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今天是一个久违的醋油天，然后今天呢，就是我们醋油的那个叫什么？我们的旅行团的队友也是非常的，就是也隔了一段时间，我们没有这样一般一起去玩了啦。So， 至于有谁，等下你们看了之后的画面，你们就知道我们这一次有谁了。就是非常久没有这样子一起出去玩了，所以也非常的怀念之前那种一起去玩的这种感觉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呢就 plan 了一个3天2夜的短暂的文东之旅。对，文东罢了，我们没有去很远。So， 因为文东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对我来讲呢，也是一个充满期待、值得。啊？我去过。哦，可是我没有真正去玩过文东啊。OK， 所以你们已经看了我们的这个旅行团的3个组员已经亮相了，所以我们还有2个组员，也就是小明还有 Dixon 啊。Yes， 就是我们一般 brother 很久没有这样子一起出去玩了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就阿旺就帮我们 plan 了一个3天2夜的短暂文东之旅，让我们可以一边去叙旧，一边去聊一下天，放一下松这样子。这次也特别感谢阿旺的大姐借我们这一辆车，让我们可以一般人一起坐在一辆车上去玩。因为本来咧，我们是6个人嘛，所以没有办法一定要放2辆车。可是我觉得放2辆车，这样子一起在路上啊，感觉不能够一起有说有笑，就没有凝聚力，也非常的很险啊。就2辆车一起去一个地方哦，不是很喜欢那种感觉。我喜欢大家一起坐一辆车，然后在车上热热闹闹，有说有笑这种 feel。所以就阿旺就跟他大姐借了这一辆车，让我们可以6个人一起坐这辆车一起出发。哇，王嘉尔来啊，王嘉尔，哎，嘉尔，好睡吗？昨天？对啊。去文东罢了，你怎么？我看到你拿 cam 啊，我突然想问一句啊，没有人看牌的吗？哦，哎，讲的是你前的噻。哦。哇，我们全部不约而同穿了白色哎，白色。我去那边躲着一下小明，你给我一个信号，等一下出来了你给我比一个手势。OK， 这样。OK。我要去吓小明，很久没有做这种幼稚的行为。哇，喂喂，信号给我来耶。担心是有一点，有一点啦。OK OK， 成功啊，一点点成功。OK OK， 耶、yeah ，我们现在出发了。啊？才半路了。半路了。OK， 经过了1个小时多的车程过嘞，我们终于到了这个地方，叫什么？忘。美绿林。美绿。B 美绿林。对。美绿林。有哇，这边哦，我跟你讲，他，我原本以为这边是像金马伦这样冷冷的嘞。我原本以为这边像金马伦这样冷冷的。早上很冷，结果早上会有云海。不是哎，还蛮热。然后这边哦，重点是来这边吃榴莲的。像我们这种喜欢吃榴莲的人啊，来到这边啊就是天堂啊。哇，很滑这榴莲。它还没有熟，所以它刺还没有长出来。是喽。它长在外面。这榴莲也有呢。它的刺是长在外面先，然后这个榴莲熟了过后，它大了，它的刺就慢慢伸出来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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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学到了吗？科普科普嘞，什么？哦，你喜欢这种花花的地方？哦 ，Cherry 很喜欢这种花花的地方，还要来这边拍照。我们的房间在下面那边，然后这边走上来，这边就是这间就是他们4个人睡的房间，里面。从镜子这边看进去，这里看进去，看到吗？这边是4个人的2个双人床的，小心榴莲跌在头啊！小心榴莲跌在头。我们找到他的泳池了，他的泳池很爽哎。要用来澡，因为这边蛮大其实。好啦，现在我们 check in 了我们的房间，然后现在你们看到这一间房呢，就是我跟 Cherry 这2个晚上要住的房间。没错，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空间，然后外面就是一堆的树林，
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房间的位置呢是很方便的，因为我们这边一出去呢，这边就是那个餐厅了，而且这个餐厅呢也会是我们这三天最主要的聚集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这边走过去也是很靠近的。可是我们这个房间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们也看到了，它没有独立的浴室，就是不能够有独立的那个冲凉房，所以我们要洗澡的话呢，我们就要走去外面用那边外面的那个冲凉房来冲凉。然后我们刚刚去看了那边的那个冲凉房的环境非常干净，所以冲凉也会舒服啦，所以是 OK 的。好嘞，各位，现在呢就到了晚上差不多7点钟的时间，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这个餐厅这边吃晚餐，吃晚餐，吃晚餐。今天的晚餐是吃火锅 ，Let's go， 吃火锅。哇哇 ，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拿了我们的料，现在就要开始。现在就要开始吃我们的晚餐了。记住呀，我们现在吃了晚餐，回到来我们自己的房间。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冲好凉了啦，然后吃饱了嘛，冲好凉了，很爽了，然后就在那边来点小娱乐。这边就是他提供的娱乐设施，玩一下麻将，打发一下时间。然后等一下嘞，10点半是吗？10点半我们就要去唱。十点半之前呢，我们要赶上去吃。OK， 我们在这边已经不了私立猫山王，因为这里的猫山王便宜。那、我们先来吃猫山王啦。我们叫了私立猫山王，然后四个人吃，平均一人吃一粒，哇，爽哎！这个叫实现榴莲自由。来，我们实现榴莲自由， yeah! 来到了榴莲吧，当然是要吃榴莲啦，是不是？啊，哇！来啦，我们开始实现榴莲自由。刚刚我们才拍完。吵我莫，该就是因为你在拍，我才不要拍的。好玩。多没收你 camera， 给你两天不用拍了。best， 真的 best。吃完榴莲，现在我们来这边消遣一下，打一下桌球。消遣。好啦，现在我们进到了我们的 K 房，这个 K 房是这样的布置，可是是蛮舒服的，蛮舒服的。哦，等一下给他教。这个就是我们的 K 房。Yeah， 不用紧啦，他唱不会中了。是啊。哈Good morning， 各位，今天是第二天的早晨，因为昨天我们玩到比较迟，我们昨天消遣娱乐到差不多半夜5点才睡觉，所以今天会睡比较迟一点。但是我们这个 trip 本来也就打算没有要把行程铺到满满，然后早早起来休息不足这样。我们这个 trip 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自己远离一下城市啊，放松一下 ，relax 一下 ，chill 一下，所以我们的行程没有排到很满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这个 canteen 这边吃午餐，他们已经在那边吃着了，因为我睡比较迟，所以我现在才过来。Good afternoon, guys。你的 camera 准备放到我房间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吃啊我们的午餐，我们要出门去看兔子，我们要去兔子园，走走走。要买去柬埔寨哦，上车上车，开过你把口，走走走，哇哇哇哇，哇哇哇哇，这树叶 ，OK， 我们现在只是用了大概2分钟的时间就到这个 Rabbit Farm， 然后这个 Rabbit Farm 好像小小个吧。哇，够丑哦！这边的 rabbit， 够容衰哦！你看这边的 rabbit， 哇老喂，这个 rabbit， 这个 rabbit farm 有一点小啊，我们可以早一点回去哦。哦，你看我的好吃，快喂啊喂啊，来，
要吗 ？Hi, do you want to eat this？ 你很可爱耶。啊，旁边白色，旁边白色的，白色的很美。我想看。它红眼睛啊。嗯，来。来，哇，不要我，不领情哦。我来看兔子的 baby。哇。看到吗？那么小只。嗯。这是刚出生的兔子。兔宝宝。耶、yeah, ，早安！今天是我们在这边的第三天，然后今天也是我们 check out 的一天。看，他们已经准备 check out 了。拜拜。OK， so 现在我也要准备 check out 了。退房喽，小姐，他们在退房喽。